加油。这个是不是应该原谅？嗯。我给你轻点哈。不疼吧？好。我给你轻点先哈。这边没有那边。啊。你卡的有外边吗？哎呦。炉灶附近请不要摆放像火星火之等易燃物品，因为这样会造成火势蔓延。另外，请不要让小朋友和宠物靠近炉灶和关于它的食物，他们很容易因为不小心而投毒，而且因为他们不懂得及时躲避，很容易受创伤的。哇，原来如此！你们在干嘛呢？你吃完饭做好了，我急忙赶了回来，嗯，出来了，就在外面呢。嗯。